相亲词老师专阅，这个我不能看吧？原则上不能。啊，我上一次过来，还是我第一次进这么大的录音棚，当时人太多了，我都没好意思多看。那现在你可以慢慢看。比起我们那个小棚，专业多了，设备也更齐全。我在想，我们可以正式的开始认识对方了。啊？怎么认识啊？除了彼此的网名、职业，还有家庭住址，其他的好像都是空白。我今年29岁。我22。我是12月14号出生的。终于知道你是哪一天生的了，网上都查不到资料，你也不过生日，所以没有人知道，大家还都在猜你的星座是什么。是吗？我是3月20号。你知道啊？双鱼座。自己的女朋友总要提前做好功课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因为我之前发了你所有的微博，发现你好像什么都吃，拿不出你的口味。我水果喜欢吃草莓。我水果喜欢提子。菜我喜欢吃辣的。一样。那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白色。白色，还有呢？蓝色。我喜欢绿色，还有白色。没关系，推我来了吗？你说这两个人确立关系了没有啊？我觉得应该已经确立了吧。那也不至于避嫌成这样吧？你瞧这距离，这太避嫌了。他这人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啊？天天就又装还闷骚，这样就怕我们说他不检点。要说他装，我觉得你。你俩挺闲。闲吗？还行。你现在我那个配音今天晚上能弄完吗？还在这闲聊。你那配音不早给你了吗？那是上个月的。你这一个月呢？你还有两个电视广告吧？你还有个动画电影吧？还有游戏配音，100多句，100多句，你什么时候弄？100多句，你什么？游戏配音。